各位晚安，又到了睡前小录影时间。这家伙呢，最近一直扑挪，你看就是这样子，不要再扑了，会下更多雨呢。所以这是一个民间传说。阿妮啊，球球，球球，球球，安球球，球球哎。现在是差不多他的触觉发展阶段。什么是触觉呢？就是对于他的对形状的认知，或是圆，像是圆啊、扁啊、方啊，或是不规则形状的物体，训练他如何对训练他对这些形状的认知啊。所以一开始我就丢一颗球给他抓，去舔去抓。看他这个模样，又可爱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扑挪的时候，口水都会到处乱喷，流的到处都是。你看那个衣领。你看你的领子啊，都是口水啦。爸爸妈妈每天至少要洗个五六条口水巾呢，真因是保守估计的用量。不给大家看，来，不给大家看，不。口水狂喷，有够脏的。在你的场场没关系，尽量喷。啊，球球啦！最近在虾皮有帮他买一个，帮助他训练触觉认知的一个玩具。那预计应该是这礼拜会到货。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就是要多陪他玩，然后多给他尝试的机会。比如说呢，我在喂副食品的时候啊，就会让训练他，让他去抓，不要当父母尽量不要怕脏。或是会觉得说哇，弄得家里到处都是，不要这样，这样反而会让他培养更多对食物的兴趣啊，这样他食欲才会好。哇，你口水喷到我自己来了啦，有够脏的呢。录给你以后看呢、啊。你要睡了没啊？阿妈说你今天只睡到3:30呢。玩球球，玩球球，玩球球，玩球球。一言不合就怒咬。啊。他只要看到可以抓的、可以摸的，二话不说就是往嘴里塞。好啦好啦，球球给你玩啦。恩恩给，恩恩拿，恩恩拿，呜，恩恩拿。他似乎不领情了。好了，那就先这样子哦。他似乎开始睡前大挥了。好啦好啦好啦，爸爸打打好啦，我哥晚安喽，拜拜。睡前呢，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来录一段林恩宇的吃奶嘴吃播时间给各位听一下。
看他这个模样真的是很有趣。他现在学会把奶嘴反抓，然后啃那个塑胶的部分。他应该是在正在长牙阶段，所以他的牙龈非常不舒服。爸爸帮你拿啦，嗯，那只要不爽，就会把奶嘴吐掉。每天这个阶段呢？每天只要到这个时段，都要忍受他的那个爆音。哦，各位有没有看到？很坚持要扑挠的小鬼。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尔肯，尔肯，好啦，结束这段录影喽，各位拜拜。这里，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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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舔，来，给我放掉。这里，好玩吗？噔，噔，嗨，各位晚安。今天是10月11号，今天恩恩的人生第一次接种第一剂的那个 BNT 疫苗。COVID-19 疫苗，因为现在由于呢疫情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让他赶快接种第一支的 COVID-19 疫苗，因为他毕竟现在已经7个多月，但是呢毫无防护力了。那为了避免说万一中标的话对他来讲太危险了，所以我们赶紧呢让他接种人生第一剂的疫苗。那不晓得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不良反应或副作用，也要看他接下来的48小时内有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这样子。不过呢，一般副作用接种疫苗的副作用不外乎就是接种部位的肌肉酸痛以及发烧，通常都是37度或者是38度左右，烧到38度过后就比较危险了，所以医院呢有帮他准备的退烧药，有几包退烧药，万一真的超过38度以上才要服用这样子，那我们半夜再观察看看，好了，坐起来。嘿呀，因为一只手不好抱他。嗨，跟大家 say hi， 嗨，嗨耶，嗨。嘿，这小子刚刚也是跟一如往常一样，打针只哭了两声就停了。好了，今天就先这样子喽，拜拜，拜拜。拍拍手，人鱼。那最近呢，
学会一个很可爱的技能，就是拍拍手，拍拍手，拍拍手，自己拍拍手，不要挖了啦，等一下他就是这样子挖到自己会吐。哎、欸，拍拍手，拍拍手，哎、欸，拍拍手，拍拍手，拍拍手。哎、欸、耶！拍拍手，拍拍手，哎，拍拍手，拍拍手，有没有很可爱呀、啊？又开启一项技能了，不要再挖吐了，你就是这样子挖到吐。拍拍手，拍拍手，嘿、欸。好可爱笑、哦，我最喜欢看他这样子。拍拍手，拍拍手。以后你就可以看了啦。嗯，复苏，复苏给你玩。哦，对，刚刚没有讲完。刚刚护士小姐说啊，好像要间隔第二季的话要间隔一个月左右，又的那个 COVID-19 疫苗第二季，所以打算下个月再给她注射，怕怕来不及啊，看今明两天有什么不良反应再说，希望是一切都会没事的。自己玩自己玩，拍拍手拍拍手。哎、欸，你家也要布书啊、哦？这是要摸摸摸的，用来捏的，这样子。开心啊！哎、啊，嘿嘿嘿！大老兵恩恩，恩恩，练爬。看这里，看这里，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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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拍手，拍手，拍手，来啊，拍手，拍给爸爸看。呜、哦，阿丽丽站起对，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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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拍手，拍手。你在忙什么？嗯，嗯，啊，
哎呦，流口水了，口水恩，好多、哦。来喝点点啦。Hello， 各位朋友，晚安。想必很久没有看到林恩宇小朋友了，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录他的生活小短片。跟各位报告一下，林恩宇小朋友已经九个多月喽。先来简单跟各位一下最近他所发生的事好了。俗话说得好，七折八百高坏给他现在九个多月了。在之前啊，我发现他在下面的牙龈那边长了两颗牙齿，所以应该等他长大一点，我再拍给各位看。非常小，非常小的牙齿。韩宇是不是？韩宇长牙齿了嘞！哈，长牙齿了哟！他现在很会伸手去抓眼前的东西，所以我们大人拿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你有拿那种在吃饭的时候，他特别会喜欢趴在你身上，然后抓那个碗，很危险。不可以啊，爸爸在录影。歪头。跟大家打招呼啊，嘿，九个多月的恩宇，时间过好快，他已经九个多月，哇，跟大家弯腰歪头，弯腰歪头，进来，呜、哦，妈妈来了，妈妈没有穿内衣就上来了。妈妈去拿衣服去穿，只能跑。好，回到恩宇的现场。他现在九个多月，我们都会陪他玩一些这个叫做那个什么拉转书一种游戏书。上次买奶粉送的，然后这个是他以前会抓会玩的布书，还有这一只他的好朋友兔兔。他的好朋友兼室友兔兔，好，恩宇，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啊，这只女朋友，他已经陪伴你九个多月了呢。你哦，他最近才开始跟他比较熟而已。马吉嘛，嘿嘿嘿。恩宇，笑，不可以抓哦，危险。高冷的笑声，等到再大一点啊，就可以看，因为我舅舅有给一堆那个学龄前的课外读物，还有一些故事书。然后在他，就是晚上要睡前这个时段，我们就可以念那些故事书给他听，帮助他发展他的语言能力，还有一些，认知。林怡，好，回到这里。对，还有要跟各位讲什么？九个多月的。然后下个月快满十个月哦，对，稍微跟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下个月十二月刚好已经进入冬天的阶段，那我们一家三口呢有规划一个泡温泉之旅，要带他去那个台南泡。台南白河区那里有一个温泉。恩宇，他这个阶段应该训练他那种游泳的技巧，也不要说
很会游泳，就是让他单纯让他泡泡水这样子。嗯，你干嘛？拍手拍手，拍手哎、欸。嗯，那、啊、你来这里。哎，好啦，今天的小短片就先这样子了。他应该想要找我玩的。好啦，爸爸录完了，要找恩宇玩了。好了，各位，拜拜。嗯。再录一段非常可爱的画面。每当我那个用嘴巴吹他头发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哦。可以看，恩宇，恩宇，爸爸理爸爸一下啦，恩宇这里，这，嗯，嗯，有没有开心？这是这是，嗯，嗯，哦，好累啊、哦，这样子。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很开心的模样？来、啊，再继续玩那个有声书，快一点，等等，抓抓就有声音了，抓一抓就有声音了，快点，来，嗯，嘿嘿，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开心呢、欸，就单纯的。往他脸上吹这样子，嗯，很像在拍电视广告哦，嘿嘿嘿，莫名戳中他的笑点。恩宇，跟大家打招呼，跟挥手挥手，挥手。啊，你要睡觉了是不是？还是要玩？你要玩呢？你在笑什么？个人觉得这个小家伙是一个非常爱笑的小鬼头，很容易被逗笑。不过呢，我也觉得他。他从小的个性就是非常的灰，他的个性说实在非常不好。哦，小三，小三，你看就是。你在跟谁抗议？你看。只要他挥起来的时候，就会这样，非常无厘头。好啦好啦，好啦，我先不录了，以免他暴怒。好啦，各位晚安喽。各位观众。我们来看林恩宇小朋友练爬的接那个成果，跟各位报告一下，他现在虽然会那个已经画给，但是八个月的时候那个一白不太会，完全不行啊！你看，我来估一下，恩宇小朋友，来、啊、爬给未来你看。来这里，来，爸爸在这里，摆烂模式。他只有睡饱、体力好的时候，才会爬得有模有样。他想要练习，他现在快到他睡觉的时间，所以他很懒得爬。好、啊，
你啦，自己爬啦，往那边，往另外一个方向进来。来，我先把相机架着放一下。来，往那边，一下。哎，吓人呢！来啦，爬给未来你看啦。来啦，进来！哇！然后我一会的就是爬的时候在那边转圈圈，还有倒退，先学会打倒退档，和原地旋转。阿妞，小青蛙，小青蛙来，小青蛙来啦，这里。或许他已经累了，好吧，今天就先这样子咯。各位晚安，这家伙已经累到不想爬了。好了。Hello， 各位晚安。又到了恩宇的小短片时间，今天来录点什么好呢？啊，对，最近忘了录他学爬的过程，各位看一下，他目前算是非常有活力的在我的床上爬，但是必须要用一点东西来吸引他，例如手机，恩宇。去拿爸爸的手机，耶！来，手机在这里。你不是最喜欢拿爸爸的手机吗？来，他在练爬的过程中，因为是在床铺上面，因为有一段落差，所以要特别小心，不然的话掉下去可是会头肿一包的。往后来这边的，这里，来这里。他是学爬的过程啊，我们都会拿一些他平常比较喜欢拿的东西去吸引他，不然他真的是没有兴趣在练爬上面。来，这里。目前会爬的能力只有到这里，屁股翘高高，然后往前推，然后不然就是累的时候翻正摆烂。好啦，赶快啊，阿尼亚，赶快练爬、啊。你要睡觉是不是？来，爸爸手机在这里，手机，耶。拿手机，来这里，看这里，进来，来，啊，还是拿它，请出他最好的朋友，嘟嘟先生、嘟嘟小姐，还有那些布书的玩具，来这里，布书，这是你之前常玩的布书，进来，还有一本。来这里，你要哪一个？有布书、手机、布书，还有你的好室友。你要那个啊？好玩吗？来呢，来这里，给爸爸。笑笑来，
这个，快到了，给打正。小心哦。开心哈，这样会比较亮一点。嗯，来，看这里，看这里，给，看这里啊！来，你也立好朋友，给，立好朋友兼室友，给，嘟，恩鱼，爬过来，恩鱼，啾，来，过来找你好朋友。这个不要，放旁边。耶，啊，你要找我手机啊？耶，嗯？这里。啊，你要躺下去了。来这里。来这里找爸爸。耶。先来一个华丽的翻身，然后就到，哎，你让我危险呢，吓人呢。来，这里。啊，可爱的恩鱼，今天有没有乖乖？阿妈说你今天很吵呢，都一直乱哭乱挥。啊，每天差不多八九点的时候，我都会把他先抱来床上，给他练习爬，爬他，等他爬到累了，开始揉眼睛的时候，代表他真的想睡了。到时候呢，就是顺这个势呢，把他哄睡。不然哦，这个小子经常很喜欢晚睡，这样晚睡对小朋友不好呢。你还在长大，啊、哦？不可以晚睡哦，一天多啦，一天多啦。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哦，各位晚安。现在还有体力的时候，我再录一段小短片好了。今天呢是2022年11月30号，再过明天呢就是差满九个月的时候喽。这家伙已经九个月大喽。看、啊、小恩宇，他嘴巴肉都肿起来的，然后，哎呀，然后肚子一圈。哎，来，公子一个，我觉得我们两夫妻呢，感到非常欣慰。可以把这个臭家伙养得这么好，算是非常欣慰啊！因为他除了会挥以外，其实还蛮好带的，身体很健康。他的成长阶段呢，没有太大的波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他是个好宝宝。除了脾气以外，他的脾气比谁还硬。我发现了，他只要亏的时候，他只要大声，你比他更大声，他就一定要比你更大声，很奇怪哦，这家伙。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子哦，恰白白，坏坏的，阿妈都说你坏坏，一直乱挥，哦。
看这里。你要跑、哦，妈妈，你要来追爸爸，耶、yeah ，干嘛啦？你要找爸爸、哦？他妈妈在洗澡啊，等一下，我知道你想妈妈的。他妈在洗澡，来，练爬来，爬过来，好啦，奶嘴在这里啦，来，题外话，这个是狮王的奶嘴，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啊。他现在都是因为长牙阶段，他可能比较不舒服，所以他很喜欢咬那个非常硬的东西。于是我们就换奶嘴，换这颗比较硬的。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奶嘴啊，所以要依照宝宝的月龄呢来调整他的用品。千万别为了省钱啊，自己牙，你长两颗牙齿了呢，要不要给爸爸拍一下？一直想拍那牙齿，可是拍不出来。他这牙下排牙龈最中间的那里啊，冒了两颗小小的牙齿，但还是没有很明显的、啊，就是摸起来硬硬的。啊！哎，再加上他现在副食品吃的蛮好的，所以他呢口水非常臭。以前我觉得他纯喝奶阶段呢口水是没有味道的，不过呢等到大一点，我们开始让他吃副食品的时候，他的口水真是非常臭，而且有一个酸臭味，跟一般的成人差不多了，臭臭的口水啦，啊。臭臭的口水，哦，他把我手机踢下去了，可恶！我那只手机不知道被他摔几次。好，来这里。啊，等一下，把他摔下去。来，爸爸帮你扶起来。可怜的手机。来，过去一点。小青蛙，进去一点。来、啊，去那边。我先放一下。一下，进去来吧，进去一点，把它包进去一点。来，继续。啊，你再会了。他开始再会了，你看。好啦，爸爸不要录，爸爸不要录，好啦，就先到这样子哦。